于狐仙，真的算你有本事哎，居然让林泽峰为了你放弃了那么多原本属于他的东西。你说这个话好可笑啊！我们明明是相爱，好不好？而且，我觉得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在这儿聊天做朋友。你说吧，要多少钱才肯放弃林泽峰？你认为是钱的问题啊？ 为什么简简单单的爱情，到你这里就变成了恐怖要挟的筹码呢？有些东西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的。你拥有林泽峰的时候，你没有珍惜；拥有林泽秀的时候，又把他害得这么惨。现在你是别人的妻子，所以你没有资格在我这里指手画脚。谁说结了婚的女人就不可以再寻找爱情啊？经过这么多年。 我还是确定我爱的人是林泽峰，我相信他心里也一定会有我，所以，我不会放弃林泽峰。你确定你是爱情吗？那叫占有。好吧，我今天明确的告诉你，这个男人我要定了，这辈子、下辈子我都不会让给你。 有什么招，你使出来，我一定接着。妈，我呢，知道你现在是死了活了，就是看不上林泽峰。志平啊，你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女儿。你干嘛呀？我这不是在向你道歉吗？别老生气。小心啊！ 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对不起别人，你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。有一天你会为你的选择后悔的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好，可不管再怎么说，我都29岁了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我也会为我的选择付出代价。我都明白。你明白。 你明白，你说豆楠品质这么好的孩子，你不要，你非要选这个林泽峰，妈妈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啊？就是要断了你们两个人的来往。你倒好，你还把人给我招家里来了，还留在这儿过夜。你说这传出去这什么体统啊？这是？哎哎哎，我可以跟你讲清楚啊，我们俩什么都没干，你别以为我们怎么着了？你甭跟我解释，你现在能耐大了啊？哎，你说我要给你个火箭，你是不是上天了？ 美国真光美，哎，我说你傻呀，你怎么长不大呀你？傻的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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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的，你是不是故意气我？生气了呀？真是的，好了，我给你买糖吃。别哄我，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，你就是孩子呀，妈，我跟你讲啊，不许生气，生气长皱纹。你反正跟我说什么都没用，我就是不同意你跟林泽峰。你干嘛不同意呀？那你说你能接受豆楠？ 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林泽峰呢？你能不能拿一个公平的眼光去看待他们两个人呀？妈妈是怕你选错人以后后悔。哎呀，不会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以后的事情。起码我现在知道我们两个人互相相爱，这就够了。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，没有在一起，那我也不会遗憾。 至少我们曾经都努力过，相爱过，这就可以了。妈，你是我最亲的人，那我就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的选择。小新，你知道妈妈是为什么活着吗？我就是想看到你幸福。你爸爸去世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他的。那也要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才会幸福吧。 妈，你就答应了吧，哎呦，你就答应我们俩在一起吧，好不好啊？那我也不会那么快就答应的。哎，别说我了，你那些朋友他们也不会同意的呀。大家都是爱你的，妈妈和你的朋友不会害你的，孩子。那林泽峰也不会害我的呀。哎呦妈，他对我的爱不比你们少。 再说了，我那些朋友，我那些朋友都觉得林泽峰挺好的，什么兔妈、珊珊他们的，你不信你可以去问啊。哎，要不然。
你就去做一个民意调查，你去问问，你去问我身边的人，他们对林泽峰的评价怎么样？众人的眼光是雪亮的。调查肯定我会调查，你就别操这份心了。哎，你去呗，真金不怕火炼。妈，那这意思就是你同意了呗？我可没说我同意啊，我就说给他一次机会啊。不过你得保证，你们两个人不准做出格的事儿。哎呀，我不会的。哎哎，我还有一个条件呢，你说吧，你说什么我这会儿都答应。你先别着急回绝那个豆男啊，你和林泽峰还有这个豆男同时都给我处着。啊？哼，你的意思是让我脚踩两只船？你同意不同意？不同意你就跟林泽峰算了。不是妈，这脚踩两只船的事我怎么能干呀？行，你就别见林泽峰了。行吧行吧行吧，我不服了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台球厅我一朋友开的，特棒，没事就过来玩，就到这儿打台球啊啊！妈呀，这谁家姑娘？太拉风了！漂亮，这姑娘不错吧？错不错，酷吧？啊，快来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台球厅在北京都算数一数二的。哎，珊珊，招呼上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们玩，你们玩，慢点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慢走。哎呦喂，这是谁呀？刚才我在台球厅门口都没认出来。变丑了？啊，不不不不，变美了。你现在简直一辣妹。哎，不是我恭维你啊，用一句词来形容简直叫做蜕变了。啊，对，蜕变了。那是啊，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你总得学到点什么吧，是不是？嗨，那离婚那事儿你说这其实，哎，那没什么那事儿，反正，哎，别不开心了，咱们是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，对吧？我没说有什么不好的呀。啊，对，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重新做人。哎，我跟你说一正事儿，你现在还单着呢吧？要不哥给你叫个男朋友？得，打住吧，上过一次当就绝对不会想上第二次。你这再嫁人呀，就不叫嫁人了，叫嫁祸。哎，不过说真的啊，你现在这状态真棒。是吗？对呀。哎，说的跟以前，哎，我以前是不是可差劲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不是说你原来不好看啊，你原来那状态吧，看着特衰，老掉个脸，也不开心，从来也不笑，就看着像一小怨妇。行了行了，您别再夸了，行吗？我觉得特别别扭。哎。现在这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！现在你这状态简直是人见人爱啊，对吧？哎，妹子，没事儿，到我那儿喝两杯去。行啊。啊。哎，我去你那儿打不打折？打折免单，不要钱。你说的啊。我说的，随便喝。那你得把你那好酒都给我拿出来。管饱。你别小气。不小气。行，走，打一局。走走走。你好，请问丽香小姐在这儿吗？这回她的快递。丽香。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，你是不是找错了呀？没错啊，就在这儿啊。不可能啊，这台球厅是我开的，真的没有这个人。那我来看看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真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李湘，我在鸟巢北门等你，不见不散，晚至。完治，谢谢你今天的晚餐。今天晚上我很开心。丽香，我也很开心。那我们明天见吧。那明天不要睡过头哦。我会调好闹钟。穿好睡衣。刷好牙。盖好被子。做个好梦。
那丸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吗？我也要到丽香的梦里。不是这偶像剧吧，一放到生活中就好肉麻，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。我告诉你啊，笑场是表演最不可忍受的低级错误。在丸治跟丽香最动人的那一刻，你怎么可以笑场呢？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那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啊。再来。丸治，那我们明天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晚安。晚安。不要睡过头哦。这句你说过了。那做个好梦吧。这句你也说过了。我觉得我们再这样下去都回不了家了。有这个可能。那要不然我们数一二三一起回头。好。一二三三。丸治，干嘛？丸治，干嘛呀？丸治，我喜欢你。我后悔了。我觉得刚刚那个吻呢不够深情，我们再来一次嘛。再来一次好吗？你妈为林德峰这事儿跟你生气那是正常的，你要我姑娘我也不乐意。你们可都是我的姐们儿啊，我把你们请过来是想让你们帮帮我的，想办法让我妈同意这件事儿。干嘛急的那样？你镇定点行吗？不，我能不急吗？我怎么了？我就不急了。我没说不帮你，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？急着摆脸呢还。哎呀，月儿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算看出来了，这姐们现在开始重色轻友。如果现在林泽峰在这儿，我说林泽峰两句，他能跟我打起来，你信吗？我干嘛跟你打起来？我打得过你吗？我咬你！你以前打过我，现在有林泽峰，真说不准。哎，亲爱的啊，打算让我们怎么帮你？说。特别简单，这事儿特别简单，就是你们要碰到我妈的时候啊，就有意无意，但其实是故意的啊，说点我妈，不对，是说点林泽峰的好，让我妈觉得吧，林泽峰这小伙儿确实不错，你知道吗？自从原来那件事情，我妈对林泽峰的行，絮絮叨叨有完没完啊？你明白了？夸夸，我们肯定夸，见到你们我们就把林泽峰夸成一朵花。没错，包在我们身上。不是，也不能太假，不能夸得太过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儿得有个度啊，差不多得。哎，行了，也差不多啊，你们好好想想。看见鸡啦，小心。看见鸡啦。人家走的是清新的感觉了，把你的舌头捋直了，要不姐姐一起抽你啊！讨厌！哎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变装大趴啊！我刚才经历一场梦幻、浪漫、撩动人心弦的爱恋。小心，你家有枪吗？我想给他一枪。我们家有喷壶。兔妈。你跟我说那事儿，我想了好几天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。
我觉得朴英俊就是我的白马王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气场超合的。何止是白马王子啊，简直就是千古奇缘。一对神经病是吗？他俩是挺疯的。哎呀，其实吧，咱们小的时候呢，都是祖国的那种小花朵，长着长着长着，有些人就长成了祖国的奇葩。谁啊？你。讨厌，你们不要用这种世俗的眼光来看我。以前吧，我是总喜欢那种不喜欢我的人，我拼命去追他的人。但现在，我终于选择了一个他拼命追我的人，我觉得这感觉超好。所以说呀，就像选衣服一样，当你卯足了劲想买一款衣服的时候，你会在心里描绘很久，并且加深印象，从长度到颜色，包括领子的样式，你都计算得非常精准。当有一天你终于找到它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多半穿在自己身上，那叫一个难看。所以啊，找对象也一样，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。我觉得英俊欧巴，就是那件最适合我的衣服。那什么啊？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晚饭都快被他给弄得吐出来了。小心，我先走了啊。行呗，我也走了，明儿还早起。拜拜，慢走不送。拜拜，拜拜拜。你没开车，捎我一段。拜拜，走了。拜拜。哎，怎么着？你不走啊？皇帝，就让臣妾侍候您入睡吧。恩准。谢陛下。告诉你啊，今天是我允许你最后一次住在我这里，以后别来了。你不会一晚上没睡吧？可不吗，我倒想睡呢。您这一晚上又笑又说梦话又翻身的，我睡着吗？我不可能，平时睡觉不是挺老实的吗？可这回您不是幸福来得太快了吗？情不自禁了吧？该不会嫉妒我了吧？起床。咱们大早上能不能别这么渗人呀？你来看看，你来看，我爸给我发短信，过来。我看一下。哎呦喂，你能睡得着吗？我睡不着，因为你不在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没看完，接着看。哎呦，你慢慢欣赏吧啊，我可不看这玩意儿。哎，你起来吧，我一会儿去诊所了。你不吃早饭啊？我看你短信，我都饱了，吃什么早饭？你快点吧。阿姨，记得锁门啊。知道了。起床。
人呢？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开展，今天开展了吗？没。人呢？我不是人呐。您是？我问的是客人，听不懂人话您。啊，早上来两个，一个推销杀虫剂的，一个来接厕所的。弄死我算了。弄死你干嘛？多轻松啊！你别告我这都是你喝的，我还没卖呢，全是你喝了呀。这保质期快到了，我帮你解决垃圾呢。看什么呢？韩剧。喂，别看了，就你这样的，顶多在电视剧里边火两集，不够浪费电的呢。浪费电怎么了？你活着浪费空气，死了浪费土地，半死不过浪费人民币。这么跟老板说话，小月我开了你啊！小气！我还又不信，我想出什么办法来把这台湾生意变好了？你说现在人都干嘛呢？个个脑满肠肥的，也不知道出来运动运动，打台球什么的也行啊，活着多没劲啊！就去死！喂，宝贝儿，你干嘛呢？在哪儿浪呢？看你说的，我哪能在哪儿浪啊？我这不在您的监督领导之下，在台球厅努力工作呢吗？表现不错嘛。那必须的，这不是您教育的好吗？台球厅生意怎么样啊？猛的一看不怎么样，仔细一看，那就不如猛的一看了。陈白，你可别嫌我烦啊！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的期限可是3个月。我给你算着时间呢，你可得好好努力，知道吗？别老催我，这生意不好，我也没什么办法呀。给我点时间行吗？好吧，那你努力吧，我先挂了。3个月，50万，怎么能弄到3个月50万呢？支上来，支上来，上来赢了，你支这儿不就行了吗？你不听，哎，听我的，你放这儿，放这儿，一会儿那炮过来直接吃了炮。你放这儿就赢了，你急死人吗？这不是，急死你算了，急死你啊！我们大家都消停。你说你，你是我们这下着好好的棋，你捣什么乱？我这不看您这老算不出胜负来，不替你们着急吗？我急性子，啊。这下象棋多没劲啊！平时玩台球吗？台球，玩。别不玩啊！哎，跟你说实话啊，我在前面开一台球厅，上我那玩去。您过来，我给你打8折。台球那玩意是你们年轻人玩的，我们老年人对那个没兴趣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台球呢，不分年龄大年龄小，都能玩。上我那玩去，啊、哎。没事再给你配俩小妞陪你玩。你烦不烦人呢呀？哎，要不下吧，你就过来下棋，要不然你走人。上我那玩玩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嗯，你玩玩玩。臭气。还真听话是吧？哎呦喂，哎呦呦呦呦，哎，这狗真棒，哎，叫什么名字呀？啊，叫贝贝。叫贝贝啊！哎呦，这好名字！哎，不是你，你怎么不搭理我？哎，贝贝，贝，不是贝贝，哎，给我说句话。
随我去玩，不搭理我算了。哎，大姐，不是您衣服哪儿买的呀？真好看啊！不对，人长得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。你说这小伙子，嘿，他还真会夸人。我真不会夸人，我这人就一个毛病，我实在，我爱说实话。哎，您今年有30了吧？30？我都快60了，你看我孙子都这么大了。60了，还真不像哎。不是，那我不能叫您大姐，我要叫您阿姨。那当然了。阿姨，您平时在这块玩吗？啊，就在这块玩啊。不是，都玩什么呀都？有时候我们就一块打打麻将，看看孙子，再没事啊，我们就溜溜弯儿。多无聊啊！您知道台球吗？台球？啊，知道知道。哎，我就在前面，我开台球厅，没事上我那玩去，我给你打80%。台球听说过，可没打过呀。哎，真的不会，不会打。那不会打没事儿，我教您啊。您带人来就成了。万事开头难，人总要迈出人生的第一步，是吧？不行，我还得看孙子呢。这都不是事儿。来来，宝贝儿，来跟叔叔走，跟叔叔走玩。哎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你撒手！你撒手！你撒手！你抢我孩子干嘛呀你？啊？没抢你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呀你？我带他玩玩，您打台球去了不是？我说让您玩方便点。哎，你看那嬉皮笑脸的，一瞅都不是好人，骗子吧？走走走，赶紧走，走走走走。不是我哪点我骗子呀我？我长那么帅，我像骗子吗我？让你玩我还老不是了，意思。来，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欧巴最赞了，亲一个。行了，没完没了的呢。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不合你胃口吗？你俩在这儿，我能吃下去吗？我。欧巴，他只是羡慕嫉妒恨，别搭理他。都说恋爱就像穿鞋一样，舒不舒服自己知道。你们俩倒好，直接把鞋脱下来给别人看，还跟别人说：“你看我这鞋舒服吗？而且经济实惠。”怎么着啊？欺负我没鞋是吧？你暴躁了，暴躁了！这世界如此美好，你却如此暴躁。淡定，淡定，乖啊！你看咱们台球厅，你看台球厅现在这样，连人都没有，我能不暴躁吗？哎，其实我有一个好办法，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什么办法呀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在台球厅参一股。我每天弄些泡菜啊，弄些烤肉啊，在门口试试招揽顾客。哎，这招挺靠谱的，现在超市不都这么干吗？台球厅门口支一烧烤摊，有什么不可以啊？这种经营方式啊，在韩国很普遍的，而且是很有效的一招。兄弟啊，做生意要讲究营销模式的。是呀，而且欧巴是韩国人，现在韩国料理在北京这么盛行，欧巴亲自做这韩国料理啊，一定很正宗的。抓住现在这老头老太太爱占小便宜这点，对对，还真能招揽顾客。小朴同志还是很有脑子的嘛。哎，那我们是不是要跟林泽峰商量一下呀？跟他说什么呀？我是股东，这点小事我自己做决定就行了。小朴同志，关于烤肉的有关事宜就拜托给你了。放心放心。是啊，韩国话非常感谢怎么说？擦拉黑。擦拉黑？我呸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爱你。讲啥？欧巴救我。哎，真是太没溜了。哎，再试试啊。你回来了，亲爱的。什么呀，烟熏火燎的这。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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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尝尝。你烤的？
怎么样？嗯，不错，有韩国烧烤店的味儿。行呀，你。有没有一种大厨的 feel？ 你不会告诉我，你要改大厨吧？有这想法。哎，你说咱们两个人要开一家韩国烧烤店的话，能不能黄？陈北，我告诉你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刚才把肉端上来，我就觉得你有事要跟我说。哎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你那抬头钉刚卡起来，还没开明白呢，你就要改烧烤店？你这标准的熊瞎子掰苞米，捡了芝麻丢西瓜。你现在该想的是，好好的、明明白白的把抬头钉给开好了。有的时候得齐头并进，两手抓，两手都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的意思就是下一锅就要出来了，我去给你盛。思密达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继续。你先回去吧，给你电话。结束了，别呀，因为我的出现打扰你们之间的气氛多不好啊。嗨，其实那女的呢？走了？你看你真是的，你急什么呀？也不是留人家吃个饭。赶紧打电话叫他回来吧。你别这样，你的态度让我害怕的。怕什么？小艾，你知道的，男人嘛，就是逢场作戏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我爱的是你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怎么？你以为我在生气啊？你没有生气吗？还真没有。哎，真没说，我特别想吃。来，喝酒啊！喝酒啊！来，干一个，一个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那个台球厅不正常，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台球厅，它是一个聚酒吧、夜店、台球厅、烧烤于一身的综合娱乐场所。所以说，你们把钱投到我这儿，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打住啊！你不吹牛能死呀、啊？我今天路过他那台球厅，里边是连个人都没有，都闲出鸟来了，还投资打水漂呢。哎，有点这意思啊！你那台球厅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宣传没做到位？知道的人不多呀。做生意嘛，谁没走背道的时候？生意冷淡那是很正常的。给我点时间，我办几个主题之夜，什么朋克之夜啊 ，cosplay 之夜啊，靠谱。火了，哥们儿，给你投。梁毅，你诚心给我添堵是吧？来，走一个，投啊！哟，这么巧啊！是啊，这么巧啊！你不在家里陪我们家小七？到这儿来玩，生活够潇洒的啊！那边有几个跟我原来做生意的朋友，正好想约我出来聊聊天，我也想问问他们对咱们台球厅的扩张感不感兴趣。那巧了，我们这儿也在谈台球厅扩张的事儿。这是我以前生意上两个合作伙伴，杨总
张总，来跟小林打个招呼。来，啊，林总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林总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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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，那不打扰你们了，接着聊吧。行。看来被男人伤得不轻啊，但是啊，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。这好男人还是有的。来，我，你想干嘛你？你是不是想让我把警察给你叫来？你。算你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干嘛一个人来这种地方喝酒啊？我来这儿跟你有关系吗？行了，走，送你回去。送什么？林泽峰，我现在干什么跟你有关系吗？当你在我跟于湖心之间选择于湖心的时候，我的人生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我爱干嘛干嘛，用不着你管。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。走啊，还站着干嘛？走啊！
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，跟谁喝的呀？杨毅、张鹏，谈生意上的事儿。哎呀，你喝吧，我下次比你喝的还多。我不喝了，在这我也没喝多呀，回去你闻闻。臭死了，赶紧洗澡去，把这衣服换。好吧，宝贝儿，那我去洗澡了。快去。哎。对了，你知道我碰上谁了吗？今天。谁呀？林泽峰和袁安。他们俩怎么在一起啊？我也不知道他俩怎么在一起啊。啊，我亲眼看见林泽峰要拉袁安走。袁爱不跟他走，还让林泽峰管。林泽峰最近跟小新不错呀，挺好的，你没看错吧？没看错。那然后呢？然后林泽峰又滚了呀，结果一会儿他又滚回来了，还把袁爱生拉到他自己的车上带走了。